为着要来争取稻田，市西港嘉义将近七个民众，够侪南科上班者民众的便利性。田市议员彭一峰伫咧总质询的时阵，就来提出建议，希望对着西港啊、山啊那里的便道来开辟一条直接会当连接到南科的绿桥，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。台南市议员彭一峰上午伫总质询时强调。南科园区起备第三期已经起好，完工人数对八万人成长到十三万人。西港到南科非常需要一座重要的连外路桥，将会当疏解到来十九线到西港大桥塞车的问题，便利上班民众唔免行风顺道路，也比较较安全。咱整个如果只要定位起来，吼，从南科呢，再做一个。这个另外道路做起来，哦，就是讲这另外再做一条桥，起来再做起来，哦，未来呢，用咱的连接起来，吼，连接咱溪北这边遮，吼，包括着甚至呢，这用做来了后，未来呢，包括着阮台十九线好，西港大桥好，塞车的问题，拢得彻底来解决，至少呢，会当缓和遮的，无即摆啦，八万工作人口啦，都已经遮尔啊塞啊啦，哦，交通遮乱啊啦，未来呢？我唔知偌济，咱北门区的这个子弟呢，有法度要即摆来未来要去咱南科上班哦，因都爱咧走黄兴道路哦，啊两个巷啊路要去相当的麻烦哦，啊嘛足危险的。台南市市长黄伟哲表示，将会对山仔那里来评估，发挥着古老产业的力量。啊，议员报告哈，迄、那个你讲的山仔那的部分，纳入评估了。啊！但这部分会当做会先做啊，同时来去。好。议员彭义峰也提出，希望会当将合甲区的合甲工业区、将军区的考寮工业区、七股区的德嘉工业区，以及未来的七股工业区等等，将西部十三个工业区串联起来，支援南科园区形成卫星的工业区，带动北门区的经济发展。记者陈阿新，市议会采访报道。